来自台东县龙田东城月梅出入国小的小朋友们大声地说出内心的感激，因为台东秀泰影城的廖志德董事长让他们有机会到影城观赏影片《里约大冒险》。云端爱燕圆梦计划透过企业界和善心人士，已经帮助无数台东县市的小朋友们完成内心最大的梦想。有四个国小要圆梦了，他们的愿望是希望能够看一场电影可以体验西餐的牛排。那我们知道其实对台东偏乡学校的孩子而言，这样子的文化体验是很重要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很谢谢秀泰影城跟王品协助我们完成这个梦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从西餐的礼仪还有从生活上都能够吸取更丰富的更多元的体验，来帮助他们在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是狭隘的，而是有宽阔的眼界跟开阔的心胸。谢谢这些圆梦天使，我们爱你。一张张亲手做的小卡片透露出孩子们内心满满的感谢之意。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陈林燕以县长争取电影院在台东市设立的艰辛过程勉励小朋友们，一张张开心的脸庞透露出孩子们期待看电影的喜悦之情。欣赏完电影，接着还有牛排大餐等着他们。4月7号这一天，因为大人的爱与付出，让他们好开心。里约大冒险好看。东台新闻陈敬雄、黄威采访报道。